街坊邻居们，大家过年好！赵刚子给您拜年了。街坊邻居们，记住了啊，晚上九点看辽视春晚，同时打开抖音火山版。几点记住了？九点呐！为啥呢？有超大红包雨，百万现金等你抢啊！百万现金，几点？ 哎呀，我们小区的居民是真聪明啊！另外，咱们小区的王小倩跟我说呀，要在小区办一个家政服务公司，让我帮着给申请一下营业执照。我一打听，咱辽宁网上就能办理。昨天我就把材料传网上去了，人家马上打电话说办下来了。这事儿我得赶紧告诉王小倩。哎，二虎，哎，别追我干什么玩意儿？二虎，二虎，哎哎哎，二虎。 我爱你，哎哎哎呀！你看啊，营业执照这个事儿，你真是好好的得感谢感谢我，那是我托人给你办的。我也托人了，没好使。你托谁了？我大姑父，赵刚子。嗯，大过年的别提赵刚子，晦气。哦，我回来了。<笑> 你看他那个晦气的样子，你瞅瞅，你瞅瞅，起开！<笑>倩儿，哎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营业执照批下来了。哇，下午大姑父陪你去营业大厅，咱们取去。这，哎哎哎哎哎，怎么就一惊一乍的呀？那营业执照是你给办的啊？啊啥啊？给他看看，我们都取回来了。呀，怎么回事？ 这因为营业执照是我托朋友给他办的，瞎说！我跟前辈们网上给他办的。哎呦呦呦呦！还给我表演呢，我这朋友就在咱们家呢，我把他请出来，我吓死你！我来吧，有请我的好朋友浩哥。浩哥。你在哪个大还好吗？ 我旁边这个煤气罐子把你的脚抬一下，你踩我军钩子上了。大姐啊，说你呢。哎呀妈呀，小哥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浩哥，来，浩哥，来，浩哥，那就不能看着点吗？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哎，大姐夫啊，看见没有，这派头子，这就是我的朋友高人，还高人，这也不像个人呢。你少来，来来来，介绍一下啊。哎呀，浩哥啊。 不仅帮王小倩啊办了这个营业执照，而且啊这一堆那一块的全都好使啊！你们个人有什么事找他全解决啊！你妈，他说的是什么话？什么玩意儿？这一堆那一块的捡破烂的啊！不是，你看，鄙人张浩，现任辽宁省办事大厅厅长兼有关部门掌门人。我看你们有啥办不了的事儿。 跟哥说，分分钟给你解决。你看那个，浩哥，你能不能帮我找个人把我整成柳岩那么辣？这好办呢，多吃辣椒。不是那个辣椒的辣，是身材火辣的辣。分分钟，哥给你办了。柳岩我们都是朋友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浩哥，最重要的，我想让我这个腿能够再长一点。这事你就交给我了。 哥，像你保证，脖子以下全是腿，就按圆规那么整。哎呦我的，哎呦我腿的。小美玲，你过来。啊？他能把你腿整长了吗？你看他自己有腿吗？哎，怎么了，哥呢？不是，我这不是腿，我这是尾巴呀。啊？浩哥，会说话。来，浩哥，您坐，我也有点小事想求你。 你看，自从我生完孩子之后吧，我就感觉我哪哪都吹，尤其是这脸。你看，你能找人帮我整整不？那你想怎么整呢？那扎你认识不？哪吒看过，不是骑风火轮那，古力娜扎。娜扎呀！啊，朋友。哎呀，你看人家路子。娜扎不就是以前我找人就是给扎的吗？啊，那他扎花多少钱呢？
他那一堆一块搁那摆着呢，底子好。对对，我记得是花30000给扎的。30000，那浩哥，您看我这一堆一块呢？你这一堆一块要50000吧？50000，差那么多，太贵了，不扎了。扎，50000块钱换个那扎，性价比可以。浩哥，你看我先往哪扎？哎，来来，等会儿啊，那个煤气罐离我这军钩子远点。哎。那个浩哥，你看他俩都扎了，能不能找个人赠送2针给我也扎着？你这就不用找人了，我就能整啊！我先去求针去，你看我扎不扎你就完了。太好了，妥了！哎呀妈呀，是我求针去，站住啊！干啥去？求针去，他扎。你彪啊你！你能让他扎吗？你看他自己扎那个样，跟个军钩子似的。他要是有本事，早把自己扎得像个人了。大姐夫，能不能少整两句啊？啊，人咱家人都看出来了，人浩哥这能力有目共睹，浩哥这派头子绝对够用。行了行了，来开饭开饭。好，吃饭吃饭来。哎呀，浩哥浩哥，顾及一下咱这军钩。那个，我说一下啊，爸妈过年去海南旅游去了。今天这个位置呢，那我就坐了啊。起来，这是主座，给你预备的啊。浩哥，快请。请，浩哥请。全都派头子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行，行，我坐这儿。起来，这主陪，我的座。起来。这是二陪，起来，三陪给你留的啊！起来，这是供上你，上大姐那儿去。你起来，我要坐浩哥对面。那我就没地儿坐了。你蹲这儿，一会儿我给你扒拉点菜啊。行，来往这儿，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给大姐夫拿过去。好嘞，大姑父，我跟你说啊，这是新一代配方有机奶粉。增加小分子蛋白、益生菌等14种营养，营养特别丰富。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，老好喝了。哎呀，不是你，你再好喝你也得给我点水呀。干嚼。人呐，刮风下雨咱可以不知道，但自己什么位置千万要清楚。哎呦，深奥，深奥。就我这个身份，你把我安排到你们家最主要的位置啊。以我来看，档次还是有点低。是，我也觉得有点低。顺风啊，哎，弄根绳子把它挂脖子上，然后往上把它蹬。大姐夫，你能省？整你的奶粉。哎，这个小同志说话挺猖狂啊。营业执照这个东西在你手里是不是很难？非常难。再搁这儿，分分钟。哎呀，你看那地方。之前我办这个东西都是收费的，今儿我就看顺丰面给你们免费了。哎呀，别客气，太感谢了。但是你公司装修这活得给我。等一会儿，王小仙，你公司装修的事儿不用找别人，大姑父给你装。啊，对，让他干吧，他便宜。便宜没好货，好货不便宜。这一桌子聪明人怎么净办那糊涂事儿呢？你不能给我点面子呀。那我觉得浩哥说的对。那行呢，浩哥。我打听一下子，你那活干完之后得多少钱呢？啊，家人们，上波福利呗！啊，走遍全中国，赔的就是我。哎呀，走遍全天下，没有这个价，全国最低80000上车。秒杀！哎，必须秒杀！行，上什么车呀？他那房子一共才8平米，用得了80000？浩哥，你把车下楼吧，还是让我大姑干吧，他确实便宜，才800块钱还包工包料。800、啊、怎么的，拆都不够吧你装。不是，我们家就是我大姐夫装的。对，怎么的？我们家对，这屋是他装的啊。对，这屋咋说呢，东北三省乃至全国就啥也不是。你懂装修吗？强电弱电不灯埋线我全能办，上水下水暖气跑水我全都管，门框脚线家具家电我全能干。你这屋防火防盗吗？灭火器防盗门，卫生间里边放浴盆，咋的不行啊？哎呀，你啊，我怎么的？我还告诉你，咱家现在最不安全的就是有那么一个人说话根本就不着调。还说我不着调？就你这屋这个地怎么的他就不平啊？
地平。你别瞎说，这地怎么不平啊？这地怎么不平？看着没，就他那个嘴呀，比那个牙都硬。还怎么不平？来、啊、来，怎么的？试验一下 啊！我就往这一躺啊，看着没？啊，躺不住啊！他有暗坡、你看，哎呦我的妈！我也纳了个闷儿了，这是怎么的？按沈阳怪坡那么装的啊？大侄儿呢？啊，终于明白了。我儿子都快8个月了，到现在走路还摔跤呢。昨天还摔了一跤呢。大姐夫，原来是你的原因。你8个月摔一跤不很正常吗？哎呀，这个橱柜是谁装的？这橱柜是我装的，怎么的？平时谁在这儿待的时间最长？我。不用告诉我，一定是个胖子。我以前就胖。你以前那叫胖，现在这叫胖。甲醛严重超标，成功的杀死了你身上的瘦细胞，激活了你身上的胖细胞。怎么形容你现在这个状态呢？就是东北话，敷弄了。哎呀，一摁一个坑啊！什么玩意？你就去你家吧。我说呢，我在家干活最多，吃的最少，咋就减不下来呢？老公，全是你，都怨你。哎呀，大米，你跟这起什么哄啊？你胖是纯天然，跟后期没关系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咋的了，浩哥？咋的了？平时谁离这儿离得最近？那是我的卧室啊。废了啊！就是这个壁纸啊。啊？怎么的？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壁纸又怎么的了？有毒！别瞎白活，我这地址我买的，这壁纸环保的。你买的啊？跟那家有仇啊？敢安这个壁纸，你不就奔着团灭来的吗？这不？我天哪！啥情况？告诉你，得回是我来早了。再晚来几天，就你那个脸，还5万，50万都扎不过来了。无凭无据，你冤枉我大姐夫。大姐夫，哎，我闻闻啊。你闻哪儿啊？就这儿。别听他瞎说。哎，是有味儿，是有味儿。是不？发作了。二胡，二胡，二胡。大姐夫，你看见了吗？你这是要谋害我亲夫啊！啊，二米，你大国夫，我说最近怎么你总让我上你家来呢？原来是把我送走了，霸占我爷的家产呢！大姐夫，哎呀，大国夫，别吵了，有毒是不是？都过来！啊，干啥呀？咋的？这有毒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有毒？哎，有毒是不？好，给他是干啥？闻了就倒是不是？来来来来。哎呀！大姐夫，你的味道好极了，大姐夫，怎么的？你真舔了？舌头都拉红了，看见没？这是什么？我的妈呀！浩哥，没事儿，我这大姐夫都舔了，完了，这人废了，有饭不吃，搁这舔纸，精神上是不是有毛病？对，浩哥，你这话说的对。哎呀妈呀！对。哎呀，你也不用不服，你装修这个东西，物业。你是不是得有人？哎呀，对，物业咱家有人，有我硬吗？等会儿我问问你，物业你认识谁呀？说出来我怕吓死你。哎呀，你快说，你最好坐下听。我认识你们物业老大。谁呀？赵刚子。哎呀，起来，我今天就多余穿着军钩子出来。哎呀，听完赵刚子3个字还能亭亭玉立，没迷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你一抱赵刚子呀，吓得我这个心呐砰砰的呀。哎呀，就不用砰砰的，跟哥好好处处，哪天我约上我刚哥，你俩认识一下。哎呀，高人呐，谢谢你呀，你给我介绍一下赵刚子，我太喜欢他了呀。必须的嘛。另外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看咱这个公司上税啊，就是2免3减半和5免3减半，你能找人帮着给办一下吗？分分钟，啥玩意儿3免5减的，是事儿吗？去年我老弟2判2还3，我办的。另外我还求你个事儿，因为我爹呀今年86了，就想上天开个飞机，你能不能找人帮我爹办个驾照？哎呀，86想鼓就飞机，战斗机就别研究了，我办个民航的吧。那你看我爹啊，第一次上天飞，那万一在天上啊，他跟人家追个尾、刮个蹭啥的，多不好啊！你能不能找人呢，给我爹专门批一块天？分分钟，批阴天，批晴天，天都让你吹破了，我这大家都过了。请问这是老范家吗？哎，谁？是老范家，有位张厅长在这里吧？张厅长，在这儿，就他。看着没，遍地是朋友，官方都找我干活。听你很久了，
这是第几家了？这哪有活去哪儿呗？你啥活？咱是开天还得批地。行，我给你找个地方。这个小同志还找个地方？你算干啥的呀？我是市场监督管理局的。哎呀妈呀，市场监督管理一家人，我认识你们那个小高，我小兄弟。那巧了，我就是小高。别整那么的了，我还说我赵刚子呢，谁信呢？哎嗨，你好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呀都让他给骗了。现在办理营业执照非常简单，在网上申请，当天就能拿到执照。我们辽宁省大力优化营商环境，打造服务性政府，只要是合理合法的行政申请都能非常快速的办理完成。你们这种凡事找人办事的这个旧思想真的该改一改了。对，就说你呢。走吧。干啥的？去你该去的地方。等会儿，你搁这等我一会儿，我嘱咐两句话啊，马上回来。官方找我干个活啊，我估计这次啊一去就得半年嘛。呀，半年挡不住吧？打住了，我总去。你们那个公司呢也别着急装修，对吧？这屋你看也造个皮儿片儿。半年之后你等我出来，不是，你等我回来，这活你就交给我。装修这一块我拿捏的还是死死的。是你的吧？妥妥的。等会儿还有件事儿。这个君乐宝优萃有机奶粉呢、啊、我得拿着，这半年营养我得跟上，走吧。哎，你别薅啊，你看见没，这屋地不咋平。二姑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还没听明白咋回事啊？你那个营业执照人大姐夫早在网上给你申请成功了，就刚才那个骗子他从中间打了个时间差，带着你去营业大厅把营业执照给取回来，回过头来又来骗你的工程。哎，你是不是猪脑啊？石老公，干啥？让你受委屈了啊？嗯，大姐夫，其实我这脸垂不垂呀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对，大姐夫，你永远是我心目中的那个冻龄男神。大姑父，那个对不起啊，我公司装修呢，还得你来，毕竟那漆你舔过了，环保这一块呢，安全。大姐夫，既然都是误会，咱就开饭吧。我坐那儿。起来，干啥呀，顺风？怎么的？这地儿是你坐的吗？那你坐，我坐这儿。起来，是你坐的地方吗？过去。那我坐这儿。起开，是你坐的吗？我起开，那边起，起来。哎呀，你们都有座。哎，这有个座。来呀，把酒杯端上来，按照咱东北的规矩，把红酒醒上，白酒烫上，啤酒拔上。欢乐翻饼店祝全国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。